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就是阿黑带着家人去成都周边自驾游。当然我们选择的目的呢是西岭雪山，因为他家最近可以捡个七头，捡个便宜，门票只要20块，包含那个往返的索道。但是我能预测一下，明天周六应该人超级超级多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主要想感谢一下我的姐姐，就我现在能住这个房子都是她一手帮助，然后在我去年年底过来装修的时候，那半个月就一直住在她家吃喝拉撒，就我的姐姐对我还是非常照顾的。但是呢，作为弟弟还是想给她一点回报，就带她明天出去玩一天，所有的消费都由我来买单，带她去滑雪然后泡温泉，想想都非常 nice。 OK， 我们明天见啦。Tomorrow. OK， 来来，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。嗨，嗨，我们今天去玩。我们今天要准备出发去西岭雪山玩啦。然后妈妈也没看见过雪是吧？下次带你去岭6318行吗？你不要这么说，我没看见过雪，电视还是看到过好吧？好的，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山脚下了，但是人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多，你能看得到吗？能感受得到吗？因为今天是周末，加上这个抢了一个特价票，平常要100多，今天只要20块。然后人山人海，特别多的人。看一下现在是几点啊？12:38。我们记录一下，我们需要排队排多久才能坐上那个缆车？我们原本以为我们已经算刚才从下面上来的时候已经够多了哈，没想到上来之后更多。OK， 那我们已经坐上缆车，1:36，相当于排了一个小时的队。这缆车还是挺刺激的。这个南方孩子第一次看到雪了。啊，下雪了，没事，我就说这还有雪。上来后直奔主题滑雪。要玩单的还是双的？我推荐你们玩双的吧。什么叫单的双的呀？你们玩单的吧，你玩单的吧。单的是双的。一手滑双的吗？单的好玩。啥？都会出血。出血。出血的。出血的就是双的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准备滑雪了。他们两个选了那个双板的，而我这种高手直接就玩单板的，有难度的。跟那个工作人员说初学者，然后呢初学会玩初学。滑雪了，滑雪了，你去滑你爹，我们要拍照。你们是来滑雪的还是来拍照的吗？女生都是来拍照的，到处都还没给我拍呢。我们要去上面滑，从上面滑下来，走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上山。就我跟你讲一下啊，这个单板的话我只玩过陆地上那个滑板双翘板，但是滑雪的板我没玩过，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相通的，我不知道不要我到底玩的怎么样，会不会摔倒。我觉得摔是肯定的。我莫名其妙就开始了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摔哦。这个好快，停不下来。哇，摔了，我想转弯。走吧走吧，我们一起下去了。呀，出发了。狂喜下来吃晚饭了，天也黑了。今天的第一顿米饭，这个雪旺肥肠，好吃吧？吃饱后，我们准备来这个雪山脚下泡个温泉，然后再回去。今天开了一天的车，然后玩了一天，排队，特别是脚都站得特别的软。这个雾蒙蒙的，感觉像那个仙境。相机进水了，没有画面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泡完了，准备打道回府，真的减轻了一天的疲惫，是吧？回家了，太舒服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你要走了，姐。我走了，我先回去了。等等等等，哪个拿钱？这啥子？
养生堂的卫生溶液你拿去吃，绝对的美容养颜。我给妈妈还有罗曼都买了，妈妈都吃了好久了。那个也送给你。我好像听过。送给你也可以吃一下嘛。我看哈功能哈，美容延缓衰老。哦，你回去慢慢研究。今天天色已晚了。好嘛，谢谢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现在已经把姐姐送回去了。我知道你们肯定非常好奇我最后送给姐姐那个礼物是什么东西，就给你们看一下吧，就这个养生堂的天然维生素 E， 里面都是这样小胶囊的包装，一颗一颗的，然后你经常吃这个的话可以达到美容养颜还有祛斑的效果，如果你的肤色比较暗沉蜡黄的话还可以达到一个改善的作用。然后姐姐呢平时工作还非常辛苦，她是做一些销售方面的工作，还得照顾家庭，送这个礼物呢希望他对自己好一点，这个不然呢可以口服还可以外用护肤。因为我之前看别人种草，很多人推荐买这个东西可以给妈妈买，然后呢我之前给妈妈已经买了吃了很久了，所以说到成都了之后也给姐姐买了一瓶，而且它的成分也全部都是天然的，天然的维生素 E、 红花籽油、紫苏油、坚持吃油美容的功效，给家人用的话也非常放心。祝姐姐呢越来越美，工作顺利。然后结尾的话给女粉推荐一下，当然男粉是一样的可以买，送给妈妈、送给姐姐或者送给你的爱人女朋友都 OK 的，希望大家对自己对爱的人都好一点。拜拜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